还你不敢行了。是这个意思吧？这个肉都不少。给我要点。是这个是吧？两个，都要。要点。这肉给我嘎一。大姐给140。你给我要嘎5斤。要5斤是吧？这个一百不正好。好，不行。5、6斤。是的。咋的？一份要俩。快要俩。连珠心150，来来给我来，正好150，正好150，啊，今天太多是吧？那哎，今天太多，来五六，给我来6斤吧，好嘞，5、6斤是吧？给我来5、6斤，好嘞，给我来6斤，没了，5、6斤俩，5、6斤，剩点不多，再六，给我扎我，再补点腰，留多钱呢？行不，大哥？这个太肥，我要卖。哎，行，这块给我大哥。大哥，哎，这寿司可牛啊！这个，这家伙好不好？88.8，给88。就是照你计划多点，是吧？88.8，88。这些有多少呀？这些10多斤。我给你捞一个。哎，看着我这一种。等你肥进去一下。啊，你把这个捞子后边就能去一下。哪个的？这个啊，这个都不要了。这个的衣服啊，这是多少？12斤。啊？天上160中吗？是少。行，微信收款88元。要不然占你点钱，靠什么？给160。啊啊。哎，好，大寿，马上啊！大姐要啥？不要钱吗？你俩一边要啊？那好些。因为啥呢？我怕你俩一都要这一块肉，都要这块肉，拿一边肉中的。哎，给你，好，是160吧？160。啊，玉哥，赶紧找钱，我找。哎呀，我拿这个。来吧，上去。挺沉的那个。啊。你闻着，一个人搭不动了，这玩意儿。这家伙，这猪又削不了。那这家伙，真是削不了。这家伙，肉丸肉，肉丸。哎呦，王志玩意儿，王志。这个大骨的菜我都给我。行，翟月，给牛装上。这都有人要了呗，来一个，有啊，对，啊，没有，你要前上要后上，后上，好嘞。啊，那微信。我大小伙子卡什么？左六待着待着，还省等我着急。可以，牛装上。微信收款55元。我有事儿。410斤。出300斤肉，我这干啥调了？来，来，微信收款10元。我大手，是，买肉不要钱了。赶紧拉那带皮，拉完了，连那个五花的不行。你给他切一半。腰腿五花。就是你挨着给我来点腰条。来多少？哎呦，都我卡上号了。这是不是得大声点啊？那你跟你说，不是，你这说拉多些中吗？你给我拉点腰条，给我那个里脊再来点。再给他拉了。我看你腰条肥不肥，你们这两斤吧，还行，你闺女还行呢，这嘎子好，你闺女来瘦少，还行呢，一口肥，还行，够了，来瘦五块，人腰牌腰了，你赶紧的，65，你给我来点腰条，来多少？来个20斤，要不？要一半，要一半，但我要那面，要那面，要那个瘦的，给小孩吃的，要里脊那边，对，要里脊那边给小孩，才2岁孩子，我要。谢谢啊，
真的都要着中不？咋了？这么多吧？多咱走。三十多斤。这肉我讲啊，我就要那半多的。他就要离你那啊，是这个意思不？行，可以。啊，这个谁不不行啊？行，他要离你这边儿。哎呦，你还有排骨？还要五花不？能把这个给我嘎了吗？大嘎没了，姐，真是一嘎达肥的。那我不要，那你。把那俩改点儿，我再来点腰。再改没了，让你把那一招给我放里头。把那个，那你把那给我去点儿行吗？不用去了，再去没钱了。去一点点，亲姐没那卖肉的。还有排骨吗？你说就这一点肥的，就这一点肥的，还让我去？我就这个。是呢，没事儿，那个这些够不？还要排骨？这几斤呢？这些是七斤多。哎呦我还这下干七斤了，那我还是不要了。到底是要是不要你妈呀？来来，多谢。来二斤也行，二斤油条啊，摁那头那头那头，对，你给我去点肥的呗。给我来二斤汤的。哎，好嘞姐，啊，给一把。就这一点啊。这咋的了？没事儿。还有排骨吗？有。对。你赶紧给我全上了，坐下点啊，收你等一会儿。你这个油条分完了我给你弄啊。好。哎，好嘞。那个，我先来这些，完哪天刘把油了给我打电话也行。行。让你留我，我找另外一种，我你告诉我，因为我爸生我找起来就卖了。啊，哎，有，等一会儿啊，我还有。还有油呢，没着。着呢。还有一个钟呢，已经到我。真的了。都九点了，我得走了。十点钟的，我上线了。改十点了。十点。十点。啊。这回你来多行的。先尝一个一个标准，标准，到时候。没事，185喝一嘎子。行行行，我哪天再来一把。186了，就给186，到时候不远。126，给125，行不？这多钱记的不？60了，哎，问吧。要中了都。啊，再一60。啊，中给185。185。去，排骨剁剁啊！这是搁一块儿185的啊。啊，这是55年前给的，大肉。我这后秋给我来个3斤4斤的，我小件儿啊。后秋是吧？马上。过小点的。哎，大方，给我来50也就行。哎，行，6块钱的吧。啊，等会儿中不中？太碎了。等会儿中。啊，下个给你，这个我大哥是，完他我走，中吧。下给你了，大叔。脚下。对，够了。用我脚不？80。刚才那块儿，他刚才卸了那块儿。扣肉。挣一桌，哎呀妈，再花整两盘，啊，100块钱，差不多吧。给我拿点，我拿这么多。哎，好嘞。这么多啊？真的。你看，这些腰牌太好了，3买1罐。不是，给这个给我切下来啊。别放了钱，没了。没这7点呗，华哥，这个因为标不到。华哥，要是把我那个腰牌正中间给我来一刀啊，竖着来呀。行行，120十斤，这么一条啊，我全转回去了啊。谢谢，转。谢谢，来这啥子啥子，搁这肥的弄下去。70。搁你扎完了更好。微信生态，50元，行不行？满意不？来多少？不能到了要多少？要多少？肥呀，那你瘦的还肥，就这么意思吧。肥的，香。其实这个你不都不愿意去？肥的，你看去的多少？不可惜呀。啊，对，好不好？对对。那个。60够不？多少啥吧？是搁上不？不要，那够60，60.09。我要还没花就行了。行，没问题。哎，好了，姐。
这六十的，你给大姐的。我这来一点牙是金红小线。来个这个。哎，我要肥一点的。要肥点的小线。要肥点，他你再穿这个不是忒肥了吗？太肥了。啊、你不，那你穿那个不太肥了吗？来来这块了，快说来这块了。那有人要了？不，这有人要着，刚才谁要？人呢？不要脱我脚线了，到了。我应给你这块脚线呢。这个你要都拿着。那再添点瘦的。啊，添点瘦的。再添点瘦的，从这再添点瘦的。屁股了，你不给这块搁上撸吗？别太肥了，再来一点。再来一点。哎，爷爷，给我脚线了。好嘞。对啊，这是120的啊。啊，这是55。这块我不用练腿的。好嘞。好了，爷爷，那给我脚了。啊，好嘞。这是55。爷爷把那个。就这个吧。不要腿，拿拿。行不行？嘎嘎提点爷爷啊！等会儿行，好，给50。好的，收摊了。哎呦，是。嗯。妈没人，立马就越强越好。这妈干净。来个手。来不得，没人了，我来点瘦的。哎，最好全瘦。真来，纯瘦肉，但贵点不？就是炒菜，因为上回买。其实你花12买，没必要买纯肉啊，纯肉太贵，没必要。我反正你得打打啊，我给你打点肥的，这给这肥的多打，少打。不是肥肉没人吃，就我自己吃。其实这猪啊，买的是那么多肉，我这跟你说心里话，就这肉卖12。就打这些标，连11都叠着费劲，啊，连11都叠着费劲，看着没？哥，你看这肉好不？这回你任何毛病挑不来了。你看，我刚添一下啊，你看，都皮儿了，整整一层皮儿。没肥的了，都皮儿。我一买都买三千走啊。他一买，对，一买都买5-6个后秋。啊，这杆要不交给你。这刚瘦的，你只要给我弄瘦的，别让你肥的行。那这标打一下吧。哎，看着。对，都打一下，都打一下。中吧。哎，还有肥的。啊，没少买过，这咱说心里话啊。360。360。别搁了，就那样吧。360。差1块钱。你给那搁那个，你别搁了，搁我还得。这大桶怎么卖呀？大桶是1。11-12斤也不多。中吧，收啊，这个都给你改干净了，好不好？160。给油装一块，你这大姐说啥？买油这个？没说的。这不用抢的，你还抢啥？不用抢啊！都咬你！他这有扣带，不扣带。165。走。